底要干嘛？是谁带我们来的？阿光，阿光，阿光，阿光呢？我吗？我叫阿光，跟我念一遍。哎，不可能突然讲的。好荒谬啊！哎呦！啊，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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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阿光呢。你真的是那个以前呱呱呱的阿瓜面吗？对啊，同一个人。你看这个，确定吗？都一样。你的 size 很像，我变大那个。我有武器的，真的，我认一下，认一下，一模一样啊。必然你下巴不见了，你下巴嘞？现在是超级胖。哎，帮我们带来这里到底要干嘛？阿瓜面干嘛？因为呢，上次因为天气原因，所以没有来到了我的国度。我上次是两年前了，没有错了吧？可是这次呢，我要带你们回到我的家乡，就亚特兰蒂斯，对，就是号称台版亚特兰蒂斯的鳄鱼岛，好不好？上一次暴雨，对对对，因为这边呢，是因为它是翡翠水库的集水区，所以它会显示成一个鳄鱼的形状。对，对。你可以用自然的方式跟我们了解。没事，那我现在就带你们去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来看看。呱呱呱！你刚刚用力戳到洞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走下去了。下山哦。对啊，另外一条路哎。没有没有，我就是要走这里。真的？对，我自己也有点危险。自己有危险。你是阿光妹不是熊吗？没有，我很久没来了嘛，就有点不熟悉。很久没回家，因为疫情影响吗？对啊。哎呦，好像快到了，是不是？快到了，快到了。你又没有？真的吗？真的，到了，到了，这边。来来来，这万众瞩目。啊！好漂亮啊！瞩目。啊！好漂亮啊！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啊！在这边吗？没有错，欢迎亚特兰提斯。哇！它是超美的鳄鱼啊！形状在这边呐，正右手边这一块，这个岛有没有？它是嘴巴尖尖的，嘴巴，然后就它两只手吗？它是趴着这样子，趴着的，然后感觉要正准备游向这个整个翡翠水库。哇，好大！其实这是整个集水区，是对北台湾最重要的水库，这样也像千岛湖，有没有？很漂亮，好漂亮。对对对，水都绿绿的。好，那因为我们这集呢是新北市的环游世界嘛，对，然后又刚好遇到了耶诞节，所以呢，我这边就有做了一些小游戏给大家。在这里吗？在这边玩小游戏。心情吗？我就会出几个问题，然后答对最多的呢，我就会发放圣诞红包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是有。我可以先看一下包多少钱吗？行不行？第一题，请问2022的新北欢乐耶诞节，好，丰田威廉朵拉。你真的认识知人是谁？对，不好意思，我们错了。我们连庄成为新北耶诞城的，恭喜恭喜！今天演唱会大家记得看哦。几号开城？11月11号。答对。下一题，请问新北市面积最大的区域是哪里 ？A. 乌来 ，B. 淡水 ，C. 三峡。不是淡水哦。请讲答案。回答乌来。恭喜答对。乌来有321的平方公里。等一下，你们都停摆了。下一题，他现在没有机会，每一次都这样。给你一题简单的，来，好，请问鳄鱼岛的出现是因为新建哪个水库而造成？因为这边呢，是因为它是翡翠水库的集水区，所以要等一下吗？集中水库，集中水库，集中，集中是集中。A 新山水库 ，B 翡翠水库 ，C 石门水库。石门我有看过，不是。石门水库会不会是 A？ 新山，新山，新山，恭喜答对。侯友宜市长，拍摄，我跟你回家去嘞。你是日本人，你不了解，不了解，来来告诉。是啊，不难啦。来，哎。啊，你猜我的脚干嘛？然后我应该快一点。翡翠水库啊，对，接来了，接来了。哎，有1000块呀。